哇，它好爽啊！看着就是很舒服的样子。它吃东西，它都是摊着吃啊。它除了竹子，基本上跟我在家吃零食的状态是一样的。嗯，嗯哇，吃一身，宝贝儿，胆胆。对啊，吃了，一直在控制。吃了一身。这么快就吃了，你真是个大胃王。我平时在家吃零食好像呀。他的腹肌应该很大。救命！我太羡慕他的生活了，有人带着我健身，连教练都不用请，然后还每天吃的送到脸前边，是，然后还你看还有自己的私家泳池，你看他自己买的饮料了，太可爱了，救命！真节约，太棒了，节约节约。